全部马匹准备妥当十场，二班千六米嘅路程，准备。热晒系十一，好啦，一跳出嚟一定美丽万集啊！前面快噶嘛，大外档胜利威龙应声弹出啊！中间天使又快集翻咯，内栏位置咧就系呢只常拼常勇啦。咁啊，黄衫黄帽大约三四位嗰只超级军团啦，外边星运之雀咧三搭放与唔放之间咁啊点咧？第五位嘅中档第六位热血斗士啊，内栏位置仲系一定美丽啦，后啲嘅马啦先有呢只勤德兼备啦，尾三位置内栏咧就快益善啦，足金好球响佢隔离啦，暂时。殿后系嗰只喜莲卫星嚟噶，去到对面直路尾啦，过埋一千，前面就胜利威龙咧就贴栏啊放咗出嚟跑啦，外边咧游下游下游咗上去啦，系嗰只星运紫雀嚟噶，再喺后边分裂三四位啦，内栏佢跟得好顺噶，白衫白帽常拼常勇，第四位系天使啊，第五位内栏咧咁啊仲系一定美丽啦，粉红帽粉红袖嘅，响佢出边系超级军团啊，后啲噶嘛啦，内栏白鼻菇大约尾五六到啦，快益善啦，外边系热血斗士啦，尾三系勤德兼备，尾二系足金好球啊，包咗落尾系喜莲卫星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正弯入直路啦，前面胜利威龙就斗紧星运紫雀啊，埋边常拼常勇未有位喎、啊，咁啊再见到中间天使啊打冲锋，响佢后边黄帽大约第五位咧，仲系超级军团啊，涉内栏常拼常勇亦都追紧，大外档勤德兼备啊，最后二百米外边系天使，中间胜利威龙，内栏喘上嚟，常拼常勇啊，接近终点一百五十万奖金搞掂，常拼常勇赢啊，跑第二名，胜利威龙好似系压住嗰只天使啊，咁至于第四名嘅马咧，应该有一只超级绿洲嘅机会咧，就大过嗰只勤德兼备啊，咁啊开头都有啲惊险噶，咁但系揾到个位，内栏一喘上嚟，上二班千六即赢。十一号常拼常勇莫雷拉都整紧孖宝啦，咁啊虽然试水孖宝都胜出啊，跑第二名咧就见到田太欧积极啊，五号嘅胜利威龙跑翻第二，十二号天使啊跑第三潘明辉，第四十号嘅超级军团啊杨明伦，哇都少少惊险啊，虽然打开之后赢翻好咗胜利威龙马位，闪咗出嚟嘅啫，咁啊条内栏田太安啊嘛，如果唔系又塞住咗佢又几惊又。咁啊，睇下預計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咧，十一號上拼上勇熱門部位者啊，呢一隻獨贏咧得翻十八個半嘅位置，十一個半。跑第二名咧，五號勝利威龍位置派二十五個半。跑第三名十二號天使位置派二十三個半。跑第四名就係十號嘅超級軍團啊，連贏五搭十一九十二個半。二重彩十一号五号顺序派一百五十蚊啦，单 T 五号十一号十二号派二百零六蚊，位置 Q 五搭十一派四十蚊，十一搭十二派三十七蚊，五搭十二派一百二十二蚊。三重彩十一号五号十二号顺序派七百六十七蚊。赛事完成时间一分三十三秒六四，时间啊偏快啲。跑完咁大雨，头先见到啊，仲系微微雨。咁啊，食尾虎最后两场都系莫雷拉啊，不过都做唔到今日嘅骑士王啦。哦，都好好似第七场定第八场已经 out 咗啦。
咁啊，恭喜晒啦！十一号常拼常勇马主会获得150万嘅优异成绩特别奖金啊！呢只马妈妈犀利啊，生了六匹嚟香港，咁啊好多都得噶，系啦，都赢到马噶。系爸爸，如果爸爸就好赚嚟，妈妈就好难嘅，一年先得佢一胎，系啊，可以六只嚟香港。年纪又大咗咧，又可能啲资质嘅质素有下降啦。咁仲有阿列马斯希格斯自己喺嗰边训练啦，咁啊几只都好嘅。临尾有 Q 飞去天使啊，跑翻第三啦，睇下三拣一啦，预计排彩 A 一格嘅热门15.5。落重飛的那條 Q 87元，不過考慮三，咁佢位置 Q 都有落飛嘅，不過唔夠啦。哇，騎師王啊，巴道喎，34分，大家都冇翻阿周俊樂巴道呢一場啊。巴道都尷尬啊，唔上唔落，初喺出閘之後，結果都要上啦嚇。佢出閘唔夠快咯，你見到只勝利威龍就好快。佢有啲猶豫啊，唔知嚇拱前啲啊，定拖後啲咁。好，睇埋尾场嘅巡逻影片先。起步三档一定美丽咧就慢咗嘅，前边就有几多马快噶，见到有超级军团啦，内兰白山白帽常拼常勇，天使咧亦都好积极咧抢个好位嘅，但我当就胜利威龙就 cut 紧埋嚟啦。后面就见到勤德兼备热血斗士，出边就系星运紫爵嘅，跟住就一定美丽见翻啦，粉红衫啦，包尾嗰三只喜年卫星、快益善同埋足金好球啊！哇，头先见只天使都想打麻波压埋嗰只大热门上面上涌到啊！唔好再 check 一次，唔知使唔使罚啦嗰度啊？因为无奈都 check 过一下嚟嘅。咁啊，开边啊，星运紫爵今日早段都积极翻嘅，咁啊见拱咗几步唔够快，顶翻住。咁呢度咧就见到天使刻意留住，想稳住一档啦，佢就顺势上埋去吸翻埋二碟啦，都唔太差嘅个际遇。不过始终个副磅差距太远啦，呢一场啦，好多都一几磅啊，佢1.32，咁啊所以翻嚟唔多都合理嘅。咁啊，其他马。咁啊，雷神啊，黄金包厢位啦，直路初段一度冇位嘅，都惊佢又失嗰唔好啩，唔好就最后二百都打翻开。咁啊，其他马咧就勤得兼备都算唔错喎，成日都嚟冲一段啦。咁啊，今日又用得近嘅。咁啊，另一只追得好咧，就嗰只超级军团嘅。咁啊，同上次一样啦，都系末段咧就越追越近嘅。咁啊，今日又再提升咗名次啦。咁啊，天使啊升咗够 fit， 又轻磅啊摆到前面咬好位，咁啊翻嚟都顶翻个第三。咁啊，其他嘛就胜利威龙啊，都放到头啦。咁啊，翻嚟就唔系好多嘅，都有啲脚软。咁啊，快益善啦，今日就唔算话追得好好啊。咁啊，最失望就系足金好球，冲都唔冲。末段都唔系好积极啫，足金好球啊。覆盖完毕，位置 Q 牌彩5搭11牌40元，11搭12牌37元，5搭12牌122元。三拣一啦 ，A 一价嘢热门15.5。二重彩11号、5号顺序派150元，四连环5号、10号、11号、12号派502元，四重彩派彩啦11号、5号、12号、10号顺序派5834元。孖宝啦，留意翻转头啊，头关11或者13啦，尾关11号派51.5，如果尾关5号派71.5。第三口孖 T 都有转头啊！第三口孖 T 派19799元。三宝啦，头关4号，次关11或者13号，尾关11号派1419元啦。如果尾关派五，如果尾关系5号派882元。六环彩派13642元。六保奖留意翻第九场都有转头和派478734元啦。骑师王嘅最后赛果胜出骑师系5号骑师巴道34分啊。今日分段时间啦，头段24秒4，第二段22秒99，第三段23秒54，末段22�秒71，完成时间1分33秒64，快过标准时间5线几。